手动。百万粉丝看着呢，干啥？现在给大家看一下给我做黑暗料理的女人。孟小寒居然做饭了，她居然给我做饭，天哪，不敢相信。你敢吃我就敢做，那有什么不敢的。看这里面一锅乱炖。应该挺好吃的，如果你不吃主食的话，我喝这个就挺好。百万粉丝看着呢，干啥？粉丝咋了？吃不了，明天吃。那要不要先搞饭？熟了吗？这个是我们的晚饭。吃播开始，开始。我们现在一边吃饭一边看《明星大侦探》，这是《明星大侦探》的第四季第一集。哦吼！我吃了。我觉得除了番茄加的有点多了，就没什么毛病了。我觉得香肠加的好吃。这个表情包真是醉了。午餐又是孟大厨做的，就看
逼呢，好吗？嗯。我觉得我改的比你好。你在我的基础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你说真话。嘘，臭不要脸。今天就吃这一个，可你俩人累坏了。上场我觉得还能再泡会儿，你再赶会儿。你走开。这个是他偏要做手擀面，然后现在自己崩溃了。这面太让人崩溃，跟电视中的一点都不一样。他自己买面买的不对，还找人电，还找人面。选手可以帮我们干活，我可以再帮你干活。一点点什么？越挪越。嗯。再煮蔬菜就完了。嗯。以后。然后面要四五次水之后，然后加蔬菜。他不会再接了吧？嗯。天哪，这是我们今天买的下个星期的食材，好多。26号，今天是几号来着？反正就是下下周一，所以还有大概算上今天有8天的时间。然后每天，下周还有一周的课吧，所以就也不算是每天在家复习的状态。然后现在早上8点，外面还是有点黑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
久，现在太阳升起的时间大概是8:10吧，然后不到4点就天黑了，所以每天感觉自己活在黑暗的时间比较长，然后人比较就感觉到晚上7-8点的时候感觉已经要上床睡觉了那种感觉。好，我现在想做一个南瓜粥。
这个人惹我生气，然后我现在要给他做一下健康的按摩。放松放松，快点，你懂啊。啊，我还没开始呢。是不是很轻？我还没开始，是不是很舒服？是不是？嗯，是吧？舒服吧？这边。你怎么抽筋儿了呢？手劲儿一定是练大，不许去健身房，不许去练。我没举铁，疼吗？真这么疼啊？那你帮我按。用手摁的时候最疼，是吗？嗯，我觉得你摁的时候就特摁的特别到位，就劲儿都往那一个地方跑，就疼。你这穿着毛衣吗？哪儿啊？这。哦，哦，好痛啊！处理声的好，这个声音被邻居听到不是那么太好。好爽，好爽！啊，我出了一身汗，你说汗了吗？啊？你说汗了吗？没有。我的颈部超紧张，为啥？能弄死我，怕你觉得丑。是不是超体贴的？不是特别像您。我就是在家，这老板死了。这个跟这个卫衣的味道好像。这个就是黑橄榄。请把你们现在的时间照上。今天这个案件有一个很奇妙的人，零零年，然后连接到2018年，家长同族四个人都是为了萨德拉猜想进行质疑，所以你为了保护你，把他们都干掉了。这咋整？要葱吗？为什么每次变？为什么？哦，对，他之前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灵魂山呢。我们到他们那边吧。开门。一股葱加马格丽的味道。这里有小片葱，我还没沾到马格丽呢。有。有点闻。这样。哇！看到的那段监控就是我在12:30，上面写的不要动。这，嗯？里面怎么有钥匙？道具组够了好吗？我操啊！为了给他筹医药费，让爸爸把书店给卖了。我没有让爸爸卖，我自己偷了。自己什么？我自己偷了爸爸的。Hello， 大家早，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周的周一了。现在我收拾完了之后，准备吃个早饭。
昨天吃的好吗？不行。不行？好像没什么不好的。嗯。不知道。做了。我做了。还是我忘了。这么好的梦，我觉得从头梦到了。尤其是你醒了之后，你接着再睡的话，你一定会做梦。你什么时候醒的？8点的时候，你起床的时候，我醒了一次。然后我接着睡了。Just keep on moving to the light. You are your mind.